这个项目呢，其实最早开始的时候是在这个Dorm 这个 Duke 的这个 Home Depot。对，我们那个叫烟草计划，我们那个叫烟草计划Dorm 和烟草计划上海和烟草计划 Richmond。Yeah. 然后这个在这个 Richmond 呢，这是因为和那个 Caroline 认识以后呢，从他收藏的那个这个 pipe 开始，然后从这个 pipe 呢又了解到他的 family 的 history， 然后又了解到 Richmond 和这个 Marlboro 的这个生产基地，所以我们就决定在做这个 Tobacco Project 3。My family has been involved with farming in Pennsylvania County since 1745. Today, we have some visitors, Xu Ping and some others who are in looking at our tobacco crops, looking at the tobacco in the barns. As you can see, the flue-cured tobacco behind me is about half harvested. Tobacco has been the mainstay for us for many years, and we hope that David can continue and maybe even generations beyond that. Been a good crop this year. This is really a right good crop of tobacco. 那你说这个每一次来呢，其实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目的，但是每一次呢，都给你就是给你这个思维中啊补充一些新的内容，然后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它会给你一些新的灵感，都和这个地方的特殊的烟草的这种特殊的历史和材料有关系，就是任何 information 对我呢其实都有用。我跟着大家，但是我可能从任何一个很小的一个东西上都可以，对我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包括这个，就是这个你闻到这个烟的味道，就是这个他就把这个叫什么一打开，把那个烤烟的那个门一打开，这个味道呢都有可能对我的那个创作都会有帮助的。主要呢你吃什么东西都有点苦的味道，就是胆识这个烟的，不是因为我吃，我想我尝了这个。今天我感觉到的是这个 tobacco 这个东西它带有一种神性，还有这个重烟的每一个阶段和每一个细节的这种人所不能控制的部分，就是它实际上带有一种这个命运的性质，就是它这个东西的好和不好完全是一种那个一种运气。就是说 tobacco 这个东西它有一种超越于人为控制和科学控制的部分，这个让 tobacco 这个行业，它有一种带有一种宗教的性质。因为我在这个小学的时候就很有名，但是它只是在这个学校的范围内，因为我 famous 就是在我的那个画画，因为我画画的好，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个人画画好。然后我后来就去农村去插队，农村插队呢，那我在那个农村，在山里面，在农民中，我就开始变得 famous， 因为那个农民呢觉得太有意思了，这个人画的画啊，跟照片一样好。小学的时候开始呢是写书法呀，然后画画啊。但是文革以后呢才开始进入了这个宣传 propaganda。 那在中国每一个单位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宣传的任务啊，比如说小学呢他要教育孩子要怎么怎么样，到了中学他也要教育孩子怎么怎么样，
对，都是通过什么呢？这个 chalkboard 啊，还有什么这种一些标语。我呢，就是我会画画，会写字，所以呢，在一个很注重宣传的一个国家，我就变得比较有用。所以，所以也是这个机会呢，让我有很多的机会可以练习 calligraphy 和练习画画。首先呢，我们就会跟徐冰，徐冰会告诉我们他的想法，然后，有的时候他会画一些草图，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他的想法。然后呢，我们就会根据他的草图以及他讨论的这种想法去做一些小的例子。如果他觉得这个可行，我们会去试，用各种方法试怎么去实现那个想法。如果他觉得可行，然后我们就会继续做这个作品。如果有的时候效果不理想，我们就会再想新的方法。特别好，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学艺术的，他们有不同的专业，有的是学版画的，有的是学雕塑的，他们在很多方面能帮助我们实现想法。他们有的人在做书，有的人在做地毯，有的人在做就是类似于一个烟草的方块，一个立方体的东西。然后他们每个人的分工不同，但是他们有自己擅长的东西，可以从各个方面辅助我们。我觉得他们特别的，对这个项目特别的有帮助。我觉得跟他工作的话，首先他会把他的想法讲得很明白，然后我们会很容易理解他想要干什么，但是。很多他的东西需要不断的试验，然后这个过程可能，比较有意思，但也有一点点累。一篇文章里 也写到过，就是说这个最早呢，实际上英国呢开始呢，在1820几年的时候吧，他有过两次的移民，但是这两次移民呢都是全体覆没了，就是说没有人存活下来。但是到了更晚一些时候呢，英国又有一次第三次的一个大规模的移民。
但是这里边有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人呢，叫这个叫约翰·拉尔夫。这个人其实我过去并不了解他，但是这次呢，在Virginia 呢做烟草的研究时候，我发现这个人呢，其实是在美国的历史上和这个移民的历史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沃尔夫呢，这个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劳尔夫呢，他实际上是做了几件事是非常有意思的，对于他来说是日常的事情，但实际上决定了英国在美洲新大陆的移民的成功。这之后呢，他就开始培育出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烟草，他们叫 Virginia 烟草。 Virginia 烟草呢是浅浅的颜色，金黄色的，而且呢这个味道极其的香。拉尔夫这个人呢，他呢他给烟草呢，就是他很早的是他最早呢给烟草了设给烟草呢带入了一个品牌的一个概念，就是他给Virginia 烟草呢，所以当时有一个诗人呢，也是描述这个品牌的烟草呢，是像那个最美丽的少女的呼吸一样的这种气味。而且确实呢，这种品牌的烟草呢，确实是从颜色上，从它的香味上都是超重的。所以呢，它这个烟草培育出来以后呢，他很快的就占领了英国的香烟市场。那个时候呢，就是由于这个烟草的这些的进展呢， Virginia 呢移民呢已经开始了转变了他们的状况。Oh my black satin dewdropOh, my black swan queen of the east. You be the jewel of earth. You be pure green. Rub, rub, ready.Supreme.
个人的动机其实就是对材料有兴趣。其实啊，我就是你看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呢，最喜欢的去的地儿啊，除了在家里画画什么的哈、啊、我要最喜欢去的地儿呢，就是我很喜欢去这个文具店。这个因为呢，其实我特别喜欢那个这些文具的这个就是这种整齐和那个干净，就是没有使用过的这种木头的尺子呀，还有这个刀子呀，是吧？还有这个，这些本子的被切的这种很整齐的这样的，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特别漂亮，特别美。对这些东西我很喜欢。就是当时看了这个烟草工厂的这些材料和这种材料这种干净和这种整齐和这种 quality 和这种就是说没有被 touch 过的这种新鲜的这种质感，我觉得真是很美。其实它就是一种自然的一种材料的一种美，我觉得它本身就是 art。 First class is a tiger skin carpet made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igarettes. Shubing was inspired by images of colonial trophy hunters. Their tiger skins were a violent symbol of their strengthand power and wealth and status and their subjugation of nature. Tobacco Book is created entirely from gold leaf tobacco. It includes a text from an early 17th century account of the state of Virginia. In this passage, the author describes John Rolfe, the birth of Virginia tobacco, and John Rolfe's marriage to Pocahontas. Calendar Book and Shubing's father's medical records describe in arresting and graphic detail the last few days of Shubing's father's struggle with lung cancer. In traveling down the river, a 40-foot-long cigarette burns across the surface of a reproduction of one of the most celebrated paintings in Chinese history. You can see it move slowly as it burns a path through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So Shubing asked me to collaborate with him on this piece. It's called Backbone. It's a poem that's made up of stencils that 19th century tobacco plantations would use to mark their tobacco before they sent it off to market. So it's all a series of whimsical names, and I arranged them into a poem that's an ode to the black women who picked tobacco on these plantations. I didn't know it was any artist in the world that was actually doing projects just specifically related to tobacco. It was really neat to see the historical boundary in that this art would apply now as it would 100 years ago in Richmond. It's a lot of things about this exhibit that provoked a lot of memories to me, good and bad. The whole exhibit didn't turn me off just because it was using cigarettes. I found it rather a good idea. Let's use cigarettes for art instead of for smoking. The first thing that really got me was just the smell of tobacco. It brought back a lot of memories of growing up. My father was a tobacconist, and when I went to the exhibit, I found it enormously powerful. It was emotional for me to see tobacco used in this venue. You know, 就是说人类和 tobacco 呢总是处在一种非常这个一种很奇怪的关系上啊。这种关系呢就是算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老觉得像一种那个 lover 的这种关系，它是非常别扭的，但是它互相又是依赖的啊。这个人类和 tobacco 总是纠缠不休的，我们要了解 tobacco 的历史，
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人类历史上呢曾经是非常尊重和这个崇尚 tobacco 的啊，因为呢这个在过去呢曾经是 tobacco 呢作为人类的这个挽救疾病啊治疗啊和这个消毒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非常这个是人类所依赖的啊，但是呢同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呢又有对 tobacco 的这种限制。在今天这个时候呢就像你说的差不多是把 tobacco 这个 put on the evil position, you know, 就是说tobacco 在今天呢差不多是一个限制吸烟一个最走得最远的一个时代差不多是啊。这个人类和tobacco 的这种纠缠不清的这种关系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也是我的这个整个项目的这个最关注的部分因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我们和 tobacco 的这种纠缠不休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呢反映的是人类自身的问题所在但是我是希望呢就是说在这个 Virginia 这个展览呢我是希望有更多的当地的居民特别是比如说是菲利摩尔的工人和他们的工作人员以及很多的大量的退休的曾经一生呢和这个 tobacco 呢发生关系的这样的一些人呢来参观这个展览希望获取他们的一种对这个作品的感受和他们通过这个作品呢所获得的对人类对他们自身的生活和这个等等的一些关于生活和意义包括哲学等等各样的一种问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一种重新的一种思考Oh my black satin dewdropOh, my black swan queen of the east You'd be the jewel of earth You'd be pure green Rough ready My Lucille Haldane